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oconut Chinese。今天我们来讲讲中国的民俗文化12生肖。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Chinese zodiac culture. Let's get started. Zodiac culture. Let's get started. 中国的十二生肖又叫属相，是中国与十二地支相配，以人出生的年份的十二种动物，包括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2020年呢是鼠年，而且鼠呢在十二生肖里也是排名第一哦。那为什么老鼠在十二生肖里可以排第一呢？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呢，传说中 玉皇大帝要在正月初九这一天的过生日，然后呢，他就跟所有的动物说：“啊，在我生日这一天，先到达的十二种动物呢，可以在天庭任职，而且是轮流值班。”动物们听了可高兴了。以前呢，猫和老鼠还是好朋友啊，但是呢，猫呢有一个嗜睡的坏习惯。 那他就提前叮嘱老鼠，他说：“老鼠小弟呀，如果说那一天的时候你可要叫醒我，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天庭，好吗？”啊，老鼠就满口答应的呀，好的好的好的。结果呢，到了那天，老鼠早早的起了床，它也没有叫醒猫，它就自个儿出发了。但是呢， 老鼠到达了河边的时候，老鼠不会游泳呀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结果他看到了一头牛，然后他就讨好那只老牛说：“老牛呀，如果说你带着我过河的话，到时候我一定重重的谢谢你啊。”然后呢，老牛比较憨厚嘛，然后也就说：“那好呀，反正我也是要去天庭，顺便带你一程，也没事。”然后老牛就带着老鼠就过河了。等过了河以后，老鼠丝毫没有从牛身上下来的意思，他就继续在牛背上待着呀。然后快到天庭的时候，他就一溜，然后从牛背上跑了下来，迅速跑到玉皇大帝面前。就这样，老鼠获得了第一名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老鼠在十二生肖里 排名第一。那在十二生肖里，什么动物排名最后呢？啊，是猪。猪啊，因为猪呢比较好吃，然后也比较好睡，在去天庭的一路上呀，它就不停的吃呀，吃吃睡睡，吃吃睡睡。结果呢，虽然说它也是准时到达的，但是它是第12位到达的动物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猪在十二生肖里排名最末哟。当然了，刚刚十二生肖的故事以及它的排行呢，是传说来着。但是确实根据史书记载，十二生肖的起源是与动物崇拜有关的。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和甘肃天水棒马滩出土的秦简可知， 新秦时期就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生肖系统存在了。最早记载与现代相同的十二生肖的历史文献是东汉王充的《论衡》。那十二生肖到底有哪些神格象征或者性格特征呢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有句俗语说：“仓鼠有余粮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这户人家家里有仓鼠的话，说明这户人家粮食富足。鼠多呢，是象征富裕。啊，那鼠年出生的人有哪些性格特征呢？一啊，属鼠的人呢，性格很机灵，擅长交际， 而且也容易与人相处，工作也很努力，生活很节俭。当然了，因为老鼠有时候过于机灵，也容易给人一种很贼的印象。
那牛呢？因为牛耕，中国人对牛的感情很深，有很多褒义的词语都用在牛的身上，有很多传统的美德也用在牛的身上，比如说憨厚、勤劳、不求回报、脚踏实地。所以说呢，属牛的人呢，一般是勤奋踏实、安分守己、追求稳定的人。但是属牛的人也是有点缺点的，有时候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你真像牛一样顽固不化啊，因为牛他们也是不善于变通，也不善于表达，容易给人一种顽固不化的印象。那我们来看看属虎的人是怎样的呢？虎是百兽之王，有勇敢威猛的形象啊，所以属虎的人呢，一般给人一种什么很凶猛、很不计后果的一个印象。然后就会有句俗话，就是这个人真虎啊，这个人真虎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太凶猛了，这个人不好惹，不好惹。属虎的人呢，喜欢领导，不太合群，也就是说呢，属虎的人呢，他想当老大，他不想当小弟啊。那老大的话，他就不太容易服从别人了，而且呢，有时候因为他比较容易急性子，然后也容易冲动，然后也很容易就是冒犯到别人。那兔子就不一样了啊，关于兔子呢，有一个传说，相信大家都很耳熟能详，也就是嫦娥奔月。因为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呢，那兔子呢，也就是作为月的象征之一了。那大家想想看一下，就是中秋节是吧？中秋节呢，其实在中国里是一个祭月的节日。属兔的人呢，非常的善良、耐心、富有责任感、温和细致、时常感恩。属兔者的性格，它在十二生肖里呢，人格里是最好的。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龙啊，龙跟虎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我们说了，虎是百兽之王，而龙呢，在中国的很多传说故事、神话故事里面呢，它是神兽，神兽。而且龙王也出现在很多典故里，是不是？龙王呢，当人们希望祈求降雨的时候呢，一般就是祈求那个龙王爷，龙王爷呀，您快快降雨吧。龙不仅是行云布雨之神，龙还象征着出人头地、不同凡响和权威啊。除此之外呢，那龙凤呈祥，相信大家在很多就是中国的婚礼上也可以看到很多龙凤呈祥的图案，是吧？那么龙凤呈祥，它是刚开始是在唐代后广为流传的，它不仅象征着帝后权力，也象征着夫妻的美满结合。那该龙凤呈祥的这种传统图案以及它的一个传统意义呢，也依然存在在当代的中国婚俗文化里。好，那属龙的人到底有哪些性格特征呢？属龙的人他是一个富有野心的梦想家，是天生的领导者，具有天生的权威他有很强烈的一个进取心，而且也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者。那这样子的人呢，他性格有哪些缺陷呢？他就是容易比较强势，他也比较欠缺那个脚踏实地的一个品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蛇。蛇在古代呢，它是多为那个巫术鬼怪的这么一个形象。属蛇的人呢，特点呢就是他比较注重仪表，热情爽朗，做事呢有计划、有条理、有目标，能够循序渐进的去实现自己的一个目标。
那由于有时候过度注重仪表，有时会给人一种比较好虚荣的印象。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马。马作为六畜之首，在古代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。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是什么呀？千里马。千里马呢是用来比喻人才，而且有句俗语怎么说呀？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也就是说，人才是有的，但是呢，识人才的人却很难遇呀。我们也知道哈，马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呀？速度。所以说呢，属马的人呢，他就会有种什么呀？凡事都要先人一步，而且呢，不断激励着自己向前、向前、向前啊，且不服输。然后呢，也比较缺乏耐性，而且不善隐藏自己的情绪，喜欢自由自在，好表达自己。另一方面呢，也说明他很难考虑别人的观点。羊，古人视羊为德畜，也就是说呢，羊它善群好仁，此亦之理。善群呢是指羊好聚群，好仁呢是指羊很善良，有角但不好斗。此意呢是指羊它如果被宰杀的时候，它是视死如归的啊。这里呢说明羊很温顺打理。羊在十二生肖里呢也是最具温情的动物，而且乐善好施，亲切且克制。属羊的人呢善于缓和气氛，且具有极大的忍耐力。那缺点呢就是比较容易多愁善感，容易将自我束缚。说到猴子，我们不能不提到的一个经典小说就是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里面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猴形象的光辉代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猴的优缺点在孙悟空的身上都极大的展现出来了。属猴的人呢，有强烈的一个进取心，不甘落后，专注事业，善于抓住机遇，促进自己成功。但猴呢，他不善处理上下级的关系，他好争辩，嘴里不饶人。大家从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小说里面也了解到了，孙悟空确实他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，促进自己成功的人，但是呢，他在嘴巴上从来是不让人的。说到鸡呢，我们也要聊聊一下凤凰。凤凰呢，在古代里也是一个经典神兽之一。那传说呢，凤凰是追鸡美化神话而来的啊。那换句话就是说，凤凰是神话后的鸡呀。属鸡的人呢，头脑灵活，反应敏锐，办事能力特别强。属鸡的人还特别爱美啊，对于色彩的感觉呢是相当的敏感。那属鸡的人呢，他也容易心急，有时候也容易太早下定论，然后容易定下不太能够实现的目标。无论是在东方的文化里还是西方的文化里，那么狗呢是忠诚的象征。在中国呢啊，古人认为日月食是天狗造成的，也就是当我们看到日月食现象的时候，我们也把这一现象称为天狗吃月啊，天狗吃月，那就是这么来的啦。狗的忠诚，无论是在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里，无论是在传统还是现实生活中，狗的忠诚的例子是比比皆是。所以说呢，属狗的人特忠诚、谨慎、保守，
而且有极强烈的正义感，秉性纯良。那属狗人的缺点是什么呀？属狗的人呢，他很容易太早下定论，缺乏信心，而且呢，容易将自己的一个错误推到别人的身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了解十二生肖里的最后一只动物吧，那就是猪。猪在古代里呢是被称为豚，豚在古代里是很多平常百姓家里面的祭品。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，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中国汉字家啊，家的下半部分就是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古代有猪的地方就是家呀，因为之前每户人家里面都是养着猪的。有句古话说，以豚为之，成豚于是合家而祀，即家也。那属猪的人呢，特别的热情细心，积极工作，以求一个安全感稳定感。那属猪的人呢，他不善表达，而且特别容易情绪化，特别容易发怒。那属猪的人他也很容易信赖别人，相信别人，那在个别情况下他也很容易上当。好了，今天关于中国民俗文化之一十二生肖的分享就到这儿了。你喜欢我的分享吗？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在下方点赞哦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中国民俗文化及象征的话，请订阅 Coconut Chinese。 你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关于中国十二生肖民俗文化的看法哦。再见。